강아지야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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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아오비야. 강아지야. 강아지, 너 醒醒아. 강아지야. 강아지, 너 醒醒. 不能死. 강아지, 너 不准死. 醒啊，唐大姐，唐大姐。报应来得真快，先前围堵我的时候还生龙活虎，这才几个时辰，半死不活又落到我手里。看什么看？要不是不想辜负爹爹他们，我真想一掌拍死，就地埋了。好了，现在轮到我了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都要老实回答我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们才分别几个时辰，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为何会被冲到岸边，还瞎了一只眼？你说不说？被澹台明朗暗算了。澹台明朗，你那个景国的哥哥，他为什么要害你？这个问题你该去问他。好，那下一个问题，只有你一个人逃出来了吗？金兰安呢？他不是你的人吗？死了。澹台明朗杀了他。我杀了他。太太君，这一拳是替那些曾经被你害死的人，是替我自己，也是替金兰安打的。我曾想真心待你，救你护你，我现在真后悔。他金兰安救过你性命，把你养大。你喝过他的血，受过他的教导，你竟然杀了他！江兰安都可以杀，居然这么在乎这个女人的死活。左右你也是垂死挣扎了，我就把你活着抓回去，好让殿下一泄心头之恨。叶希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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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中了我的噬心咒，很快就会没命。你立刻将符咒解开，否则我会将你挫骨扬灰。这光芒是青石之玉。取出来！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快出来！你想要救这个男人？我必须救他，他不能死。可是这个男人值得。你就是个怪物，谁靠近你都会是灾难。如果必须有一个人去死的话，
我想任何人都会选择你。不是的！你若要取回青氏之玉，还要拿自己的一只眼睛来换。我换。你知道荒原的位置吗？啊，我干嘛要告诉你啊？你怎么这样啊？我刚才还帮了你。你们妖怪不是最讲什么报恩吗？我呢，不要你以身相许，你就给我带条路，咱们俩就算扯平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就勉为其难给你带趟路。多谢小狐狸精，咱们走吧。叫谁小狐狸精呀、啊？狐狸姐姐，真乖。走那边。谭太君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，等我回来。我说，小狐狸啊，都说了几次了，叫姐姐。狐狸姐姐，我们都出来几日了，您这样悠哉悠哉的。什么时候能到得了荒渊啊？你着什么急啊？我伤得很重，需要静养。你方才和人调情的时候，我看这气色好极了。哎呀，看在咱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为了提升修为，吸食凡人精气。我可不为那点修为，我只是觉得那些男人不禁斗的模样很有趣罢了。有趣？你也是这么想我二弟的吧？我看他对你却不止如此。游戏人间虽然潇洒，可若别人当了真，或是自己当了真，该怎么办？感情这种事，常是不由己的。小丫头，你可知道什么是情思？万物有灵智，便有情思，有了情思才能爱人。可我的情思丢了。哎，这就是咱们新君啊！你听说没有？今天早上有成千上万的蛇鼠从城门跑出去，未伤一人。他当真有什么神通？你还不知道吗？城里都传遍了，这位新君是先王最宠爱的小儿子，还是如月族公主之子。只是之前一直在圣国为质，以一身荣辱换我大景太平，为国鞠躬甚伟啊！天命之事。新君继位，入圣殿，目听圣言，已成天授，昭昭天子，惠我无疆，绵绵我王，在昔之光。景光。我还是回来了。不配！不配！不配！你是一月妖女生的孩子，善于驱使妖物，如今回到景国，定是军心叵测。对呀，那师叔该如何请我们呢？说，说够了吗？要杀便杀，今日我等就算折在此处，也不会任你做新君。任你做新君！哎呀，那就杀了你吧。各位大人，稍安勿躁，姑杀你们做什么？端上来。
我逃了。没想到今日猎妖竟然有意外之喜，你是吃下他还是骨角多一件狐裘了？嗯，慢着，我答应你。寻找叶希武的手下汇报，至今未找到二小姐。继续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没想到吧，又被我给撞了。哼，上次你不辞而别，现在回来竟是要和我作对。不这样怎么让你对我刻骨铭心啊？好啊，抓住他。这蛟龙在此沉睡万年，是在不断经历着一种名为般若浮生的梦境。哎呀，所谓般若浮生，就是通过梦境回到过去的记忆当中，把所有的悲喜重新经历一遍，然后不断循环，令人不能自拔。所以这一万年他一直在梦里活着。阻止他成魔，想要阻止，只有进入他的梦境中，将他唤醒。那就试试。叶希武，二小姐。阿九。阿九，你又跑到哪里去了？方才找不到你，父王担心得很。阿兄，我才出来了一小会儿。你这几日啊，要乖乖待在家里，不许出门。外面神魔二军厮杀的正经，等过了这段时间，阿兄再带你出门透气。漠河就这么一点点大，闷都闷死了。阿兄，好了好了。哎。父王和我每日陪着你，哪里就能闷死你了？他本来是东海的一条蛟龙，
清心苦修多年，一招拔擢战神，力抗魔君。同为水族，我们蚌族面上也有光啊，鱼有容焉。爹爹，人家是东海蛟龙，咱们是河蚌，怎么就鱼有容焉了？一把年纪了还要蹭人家便宜，你害不害臊？羞不羞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你人家蛟龙名业有仙髓，你也有仙髓对吧？可现在别人是战神，你呢天天赖在爹爹哥哥身边混日子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外边很乱啊，正宜闭门修炼。你呢，你今日打坐打了几个时辰？好了，我这就去打坐。你说这丫头最近是怎么了？神出鬼没的，在家里也是魂不守舍，她到底出去干什么去了？这几日外头不是在打仗吗？一个没看住啊，把九九溜出去看热闹了。看热闹？依我看，她是去看打仗的人吧。一定得让她把病晶还回来。爹爹，别杀他！即使我闯下的祸，那便由我来背。你来背？父王，你背得了吧？没了上古冰晶，真水石便失去了灵源。是我的错。该我抵偿。你要干什么？阿九，阿九，回来，回来！阿九，阿九，不要任性啊！阿九，我的仙髓可以代替冰晶，作为镇水灵源。您不妨去休息片刻，换我来守着。你妹妹现在睡着了，我还能陪她一会儿。如若她醒了，该生我的气，不想见我了。你知道吗？你妹妹从小就很缠人，她每日睡觉之前要我给她讲十个八个故事，然后揪着我的胡须才肯入睡。父王，你说我为什么要打他呢？他从小到大没受过一丁点委屈，定是因为我打了他，他才会一时冲动。阿九不是冲动，而是长大了。她是漠河的公主，救的是自己的子民。可是他现在已经失去仙髓了，仙药殊途，他从小苦习的就是仙法，如今没有了仙髓，他就不可能有飞升的希望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算了。阿九，你听我说，爹爹在为你选一个好的去路，但若你不愿意，没人可以逼你外嫁，你可以永远留在家里，留在父王和我的身边，明白吗？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我不催促你，你要好好思量。你若不愿嫁，我会说服父王烧了这婚书。不急，三日之内告诉我答案就好。阿兄，
我家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明夜从未见过你，自然不会钟情于你。可我喜欢他。你果真想清楚了。我想离他近一点，看看我倾慕的战神，看看上清神域是什么样子，还要劳烦阿兄替我操办婚礼。神君，你们二人为何不提醒他一句？回神君，方才见夫人玩心正盛，怕扰了他的兴致，才一时忘了出言提醒。哎，明夜战神。桑九姑娘，谁在上面？是我。你在那上面做什么？我看这仙果生得不错，也没有人摘，就想吃两个解解渴。怎么什么东西都乱吃？这果子要是有毒怎么办？没有毒。我以后不摘，要不你也尝一个吧。我，你尝一个吧，可甜了。我先回房了。见识齐平，手臂抬高一些，可以省些力气。什么意思？你再仗一次功。你的眼神再近一寸，心动变成虚，落地生根，满天星辰敲落上你每寸。手臂抬高。心有所想。你说什么？日久月深，用心合作枕，月亮作文，想要入梦来探你眼中春。我们前程悬动指纹，一生缠身，用心是临摹你掌纹。我们牵着靠动心门。
我先走了。我又没说什么，怎么还害羞了？知道的以为你是来做客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做贼呢。我的天哪，这还是我认识的明夜吗？我不会认错人了吧？你这一招不仅容易误伤同袍，还会令自己空门大开，让敌人有可乘之机。那我再试一次。你再试试。手臂抬高，此处风清气爽，正宜合休。桑九，闭上眼睛，随我一同吐息。何修便是如此，阿兄做什么支支吾吾的，我还当是多么难以启齿的事情。桑九，靠近一些。桑九，